二十四位女生，欢迎你们，请亮灯。最近我在网上看到有人在讨论这个婚戒这个问题，这个话题就是结了婚以后，这个婚戒是不是一定要戴？我想听听女嘉宾对这事儿的看法。刘畅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觉得婚戒不需要每天都戴。我认为婚姻的话，主要是自在心中，而不是在婚戒上。这是一种态度。邱静怡。我是觉得说婚戒应该要戴，并且就是把它当成一个习惯，就像身体的一部分一样，就像婚姻会一直陪伴在你的生活里一样，这样是我对婚戒的理解。张震，我觉得这是要分职业的吧，如果我另一半他要是医生的话，他要经常做手术的话，我不会建议他戴不戴。职业是一个因素。两位老师，我觉得那个婚戒可能在我们看来它代表的是什么，是爱情和承诺。如果我觉得心里有是第一位的，如果心里没有，对吧，戴在那儿就出去给人看一下，满足一下老婆，就应付一下，我觉得意义不太大。对，我完全赞同，像我就没有戴，而且我是所有手上的首饰都很少，包括手表什么我也没有戴的习惯。对，主要是因为我要在家负责洗碗。你们看，连陈明都不带，还有什么好挑剔的？你们没有了。我觉得带上关键是要告诉大家这件事，可是我告诉大家不需要，或者不一定非要通过婚戒来告诉大家。事实上这件事情，这经常你就是一个很自然而然就会聊到的情况，没有必要特别的去照射。我同意你们俩的。其实婚戒这个东西呢，它本身象征意义是第一位的。女人千万不要认为拿这个东西要求老公你必须365天带着这个婚戒让所有人知道你是结了婚的，这毫无价值，毫无意义。还有一种呢，有的时候麻烦呢，就是说老婆在带，老婆不在不带，在某些场合带，某些场合不带，这个约等于发朋友圈分组，你们发现没有？我们生活能不能稍微让自己简单一点？所以这个戒指的象征意义可能更多的是在自己内心里边，它的对外宣示主权的作用大家不必那么在意，这是我们大家的一个看法。